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aylor。 你们学习英语单词的进程是否顺利呢？最近进步如何？英语词汇立体记忆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新鲜的学习空气。今天 Taylor 又要给大家讲解四组单词，它们分别含有四个有用的词根，希望你们能够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就来认识它们。第一组的词根是 merg， 它表示沉入、浸泡在。当我们把放在液体下面的东西取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使这件东西从液体中冒出头、露出来。这就是动作 emerge。emerge， 这里字母 e 表示出来，而词根 merg 说明这个东西本来是被浸泡在液体下面的。露出头、出现、涌现，这就是 emerge。 中秋之夜，圆圆的月亮从云朵后面露出头来。 The moon emerged from behind the clouds。 The moon emerged from behind the clouds。 我们给 emerge 去掉结尾的字母 e， 换成名词后缀E-N-C-Y， 就得到了一个名词。如果某件紧急的事情突然发生，它是不是让你感觉就像是一座冰山突然从你的航线前方浮出水面，让人有一点措手不及呢？突然发生的情况，这就是 emergency。 emergency 词组 in an emergency就带着这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它表示在紧急关头。 In an emergency， 当我们把东西沉到水中去，就要使用 submerge 这个动作。 submerge， S-U-B sub， 这个前缀表示在某个平面以下。M-E-R-G 就是词根沉入、沉进去，而字母 E 这是一个动词后缀，这样 submerge 这个词自然表示沉没、淹没。这里字母 G-E 组合读作 G， 嘴唇要稍微的向外凸起 G。 这个词的重音在后面的音节上，请跟我读submerge， submerge。 接着我们来讲第二组词，跟仁慈的有关系。首先学习的单词读作 mercy， M-E-R-C-Y， mercy， 这是一个名词，表示仁慈、慈悲。我们常用的短语有 show mercy to somebody。Show mercy to somebody， 对某人起了怜悯之心。Mercy 是善意的、慈悲、怜悯。但是如果某些人把慈悲当作自己的恩惠施舍给别人，那么这份慈悲之心也就是虚伪和冰冷的了。我们就说 pay mercy on somebody。Pay mercy on somebody， 施舍给某人怜悯。在这里 mercy 被当作衡量善恶的筹码，所以这里使用了付钱的那个动词 pay。 Pay mercy on mercy， 它的形容词呢是 merciful， 就是将字母 y 变为 i 之后再加上形容词后缀 ful， 这就是单词 merciful， 慈悲的、仁慈的。我们如果在这个单词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nes， 也就是 n-e-s-s， 那也构成一个名词仁慈、慈悲，读音是 mercifulness。Mercifulness。
与 merciful 这个形容词针锋相对的是形容词 merciless。merciless， 这里的 less 就是一个否定的形容词后缀。merciless， 无情的，残忍的。这个词等同于 cruel，cruel。于是，我们就可以用刚学过的两个词来形容童话故事《小红帽》里的两个角色。A merciful little girl, a merciful little girl, 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叫做小红帽。还有 ,a merciless wolf, a merciless wolf, 一只残忍的大灰狼。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组词，它们的核心词汇是meter, meter, M-E-T-E-R， 对，就是一米两米的那个米。我们要想知道一件东西的长度是几米，就需要进行测量。因此 meter 这个词除了表示米这种单位以外，还可以指用于测量的仪表、测量计。我们给 meter 前面加一个前缀 dia， 这个前缀表示用一条线把一个圆对称的分开，这条线对等的穿过那个圆，那么这条线就一定是圆的直径了。直径的长度用 meter 米来计量，所以呢diameter 这个词就是直径 diameter 直径。我们给米 meter 加一个名词后缀 age， age， 这就构成了名词测量量度 meter age， meter age。 比如说 the meter age of the length of this bridgeThe meter age of the length of this bridge， 有关这座大桥长度的测量。meter， 米是一个公制单位。那么，我们看 metric 这个词 ，metric，M-E-T-R-I-C， 其中含有的 I-C 是形容词后缀 ，M-E-T-R 则等同于meter 米 ，metric， 这是一个形容词，公制的，米制的，其中的字母 e 不再读单词 meter 中的短 e， 而是读作扁口的 a。跟我来读 ，metric，metric， 公制的。最后一组词是跟miger 这样一个词根有关系，这个词根表示人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 immigrate 这个词 ，im 这个前缀表示进入 ，miger 是词根移动、迁移 ，ate 则是动词后缀。好了，这就是说迁移到了一片新大陆，然后进入这片土地定居下来。就像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人争相来到美洲一样。那么 immigrate 这个词就是移居入境，迁移进来。比如 Britain immigrated many colonists to the New World， 英国把大量殖民者移居到美洲这块新大陆上，而移居入境的这些人我们就称之为 immigrant。 immigrant 这里 ant 是一个名词后缀，这个词就是移民、侨民。每一年都会有大量的 immigrant 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 immigrant law， 也就是
移民法来控制移民的入境。移民们进入本土这种行为，我们用一个名词来表示，那就是 immigration。immigration 其中 ation 就是一个名词后缀。好，今天的内容的确是非常的繁琐，需要大家把思路理顺。接着呢，我就带领你们复习一下。我首先讲了进入、沉入这样一个词根 ，merg。我们说 emerge 就是出现，而 emerge 名词形式则是 emergency， 表示紧急情况突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东西沉入水里，那就要用动词 submerge。接着我们又讲了 mercy 仁慈，这是一个名词，等同于 mercifulness， mercifulness， 而 merciful 则是形容词仁慈的，它的反义词是无情的 merciless， merciless。 至于 meter 米这个词，我们又把它的意思进行了扩展，我们说 meter 还可以表示测量仪、测量用的仪表，而 diameter 就是指一个圆的直径。metric 这是指米制的、公制的这种制度，是形容词。最后，移民要入境了。The immigrant immigrate. The immigrant immigrate.移民迁入境内这种行为就是名词 immigration。 怎么样，以上这些你们都留下印象了吗？牢记词根，联想单词，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节目作为你们学习英语的得力助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要跟朋友们说再见。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又可以一起来学习英语单词。我们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现在就开始吧。我手中的这张钞票面值是100，那如果我们把它乘以10000，得到的数字就是100万。想想看，真是一笔大数目。迄今为止，好像只有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里才出现过面值100万的钞票。它就是百万英镑 ，the 1 million pounds of banknote， the 1 million pounds of banknote。million， m i l l i o n， million 的意思就是百万。你看，它含有词根 m i l l， 这个词根的意思是千，或者说是千分之一。i o n 是一个名词后缀。因为100万，虽然刚才我说是100乘以10000，其实也就是1000乘以1000，所以呢 ，million 就是百万。字母组合 I O 的发音是 ear， 词组 millions 显然是百万的复数形式，因为后面有一个 s， 所以好几个百万的什么什么东西，那可真是数也数不过来了。Millions of 就是表示无数的，比如说 Millions of word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young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lions of word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young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关于美国的年轻人已经有人写过许多书了。这里的 Millions of words 无数的单词其实指代的就是指书。mill 这个词根一方面表示千，另外一方面又表示千分之一，两个极端哦。我们学过衡量长度的一个单位叫做米 meter， 那么 millimeter millimeter， 你看就是用字母 i 把词根 mill 千分之一同 meter 米连在一起，
千分之一米是多长呢？算一下。对了，就是毫米，所以 millimeter 的意思就是毫米。女孩子们的衣橱里有着各种长短不一的裙子，几年前特别流行迷你裙，英文中就叫做 miniskirt。miniskirt 这种裙子的特点是短而且很小，所以 mini M-I-N-I 的意思就是小，它就是接下来的词根 M-I-N-I 或者 M-I-N。 单词 minim M-I-N-I-M 前半部分是词根 M-I-N 表示小，后半部分的 I-M 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 minim 的意思就是微小物，微小的，两个字母 I 都发短的 I。 上个世纪有一种特别小巧的汽车，名称就是 Mini， 大名鼎鼎的甲壳虫乐队就是它的忠实用户。接下来让我们在 Minim 的后面加上 UM 这个名词后缀，新单词 Minimum 的意思就是最小的，最小量，我们通常所说的最低工资就是 minimum wage， minimum wage。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在封建时期，皇帝通常都是最大的，所有的大臣在他的面前都要自称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所以 minister 就是大臣了。一起来看看吧， M-I-N-I 表示小，而 S-T-E-R 是表示人的名词后缀，所以小的人大臣他就是 minister。 而到了现代，部长也成了 minister， 教育部长就是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而外交部长就是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长。部长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这个单词就叫做 ministry， ministry。 你看，就是把 minister 的结尾字母 er 换成 iy 这个名词后缀，就得到了 ministry。 国防部就是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负责国家防务的这个部门就是国防部。因为词根 min 的意思是小，所以加上名词后缀或者形容词后缀 or， 得到的单词 minor 就是较小的，次要的意思。注意哦，这里的字母 i 的读音不再是短的 e， 而是 i 它的本音了， minor， minor。 比方说A minor injury， A minor injury 就是轻伤。英语中父子两个人都姓史密斯，那我们常常就称儿子叫做小史密斯，这个小史密斯就可以用到 minor， 怎么称呼呢？ Smith minor， Smith minor。一个国家人口较少的民族就叫做少数民族 minority， M-I-N-O-R-I-T-Y。 minor 刚才讲过的是表示较少的，而 I-T-Y 是名词后缀，所以呢人数较少的民族就是少数民族 minority。 注意哦，单词的重音是在第二个音节，一起来念一下吧， minorityminority。 如果我们想减少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在 min 的后面加上名词或者形容词后缀 us， 使什么什么缩小，不就是减去吗？所以 minors 的意思就是减去或者说是负的， minors， m-i-n-u-s。 比方说9减3等于6，这是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9minus 3 is 6， 9 minus 3 is 6。 而天气预报经常报的零下5度或者零下几度
就可以用到 minus， 零下五度就是 minus 5 degrees。minus 5 degrees。我们计算时间的单位有分、有秒、有小时。分钟相对于小时来说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计算单位，所以词根 min 的后面加上 ute 这个形容词或者名词后缀，就得到了分钟，念作 minute minute。 比如说请等一会儿，就是 wait a minute please， wait a minute please， 请等一会儿。在这里字母 I 和 U 都读作短的 i， minute minute。 但是如果我这样来念 minute minute， 哎，这个时候不但重音移到了第二个音节，而且字母 I 和 U 都不再读短的 i， 而是分别读作它们各自的本音 I 和 U， 于是这个单词的意思也就变了。 minute 表示细微的、详细的，微小的差别就是 minute difference， minute difference。 好啦，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两组词根，分别是 mill 和 min， 意思是千和小，所以 milling 就是百万，而 millimeter 就是毫米。Minim 的意思是微小物、微小的， Minimum 就是最小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知道部长是 Minister， 他呢在政府部门 Ministry 里面工作。最后 Minor 是较少的意思，而人数较少的民族 Minority 就是少数民族。 Minors 表示富， Minute 是分钟，而如果它念作 Minute 就是细微的、详细的意思。Let's call it a day. 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 I'm Miranda.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熟悉英语单词立体记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开始到现在，给大家讲解了不少的词根和单词，从最初的字母 A 开头，一直到今天的字母 M。 我想问大家，是不是把我们所介绍的每一个单词都记住了呢？ Have you remembered every word in mind? Have you remembered every word in mind? 如果还有一些生疏或者拿不准，那一定要好好的下功夫，顺着我们介绍给大家的词根来把相关的单词牢牢地掌握住。正好我所问的刚才那句话中间就含有今天要讲的一组词。 Have you remembered every word in mind? 这里最后这个词 mind M-I-N-D 表示心、智慧，跟人的精神有关。且听我来给你们讲解。字母 I 读作 I， mind， 这是头脑、理智、精神。这个词表示的名词含义是非常抽象的。比如我们说 in mind， 在头脑里 in mind， 还有 lose one's mind， 把头脑都丢掉了，那就是说这个人失去了理智。 lose one's mind， mind 用作动词表示注意、介意。我是问您是否介意我把窗户关上呢？我好冷啊。 Would you mind my closing the window? Would you mind my closing the window? 如果你不介意，你就可以明确地回答 Do please，I don't mind， 你尽管关窗户，我一点都不介意。如果我们给 mind 加上表示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个前缀 re， re 构成的是 remind， remind， 让脑袋
再次起作用，就是说提醒使人脑子里想起某件事。这个词重音要落在 mind 这一部分上，请跟我读 re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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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remi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提醒某人去做某事。下一次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 remind your friends to watch our program remind your friends to watch our program 提醒你的好朋友都来看咱们的节目。和 mind 相联系的另外一个跟精神头脑有关的词根呢，是 ment ment ment。 注意这里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表示精神意识的词根，并不是那个常见的名词后缀 ment ment。 因此这一回 ment 将以非常耀眼的地位出现在单词的前半部分。来看一下，首先是精神的、智力的这个词，我们给词根 ment 加上形容词后缀 al， 字母 a 在这个词中间是不发音的。于是我们对小朋友所做的智力测验呢，就是 a mental test， 智力的、精神的 mental。 如果我们将词根 ment ment 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ion， 得到的是名词 mention mention， 提及、说起。其实 ment 跟意识、精神有关，使人又一次意识到，那必须通过提及、说起的方法。Mention, make mention of something, make mention of something， 这个短语也表示提到了某件事情。其实 mention 是可以做动词，提到，比如 Taylor mentioned 小旺 many times in his program. Taylor mentioned 小旺 many times in his program. 我是说泰勒在自己的节目中多次提到摄像师小王这个人。我们给 mention 加上形容词后缀 able A-B-L-E 构成的是 mentionable mentionable， 那就是指值得一提的。大家到祖国各地去旅游，哪个旅游景点是你最值得一提的呢？ Which place of interestis the most mentionable one. Which place of interest is the most mentionable one? 我们再看词语 mental. Mental 这个词啊，来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Mental 门托是奥德赛的忠实朋友。奥德赛出征的时候，把门托留下来，让他掌管家事。后来呢，在英语和法语中将mentor 作为良师益友、导师、指导者的意思。大家想一想，一个贤明的导师如果没有一个精明的头脑，他怎么来指导别人呢？所以 mentor 含有 ment 这个表示头脑的词根。 mentor 这个词最近开始在职业界通用起来。职业界中如果能有一个良师，一个忠实而又聪明的顾问来指导你的职业生涯，尤其是你的提升，那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好，结束了关于头脑智慧的一番介绍，我们转入另外一个词 mine mine， 它和刚才讲的 mind 这个词只差了最后一个字母，但是两者的意思可是天壤之别。 mine 这是指矿山、金属矿，比如 a gold mine a gold mine 就是金矿，那么 a coal mine 那就是煤矿了。这里的字母 i 也读作 i mine， 在矿井中干活的人我们叫他们矿工，这就是
minor, minor, 其中的ER就是表示人的名词后缀。The miner works in a mine. 那个矿工是在矿井中工作。The miner works in a mine. 如果我们给 miner 再加上形容词后缀 AL 的时候，得到的就是 mineral. Mineral. 这回啊，字母 I 读音发生了变化，读错短 E. Mineral.这个词既是形容词矿物的，又可以做名词表示矿石矿物。说到这一点，咱们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 China is rich in minerals. China is rich in minerals. 中国的矿产非常丰富。 ORE 这个词也表示矿石，这个词的三个字母合在一块儿，只读一个长元音 ，or， 矿石、矿砂，它和 mineral 是近义词。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两个单词，它们含有的词根部分是 min， 这个 min 表示突出、伸出，因此，首先来看这个词，就是 prominence。Prominence, P-R-O, pro, 表示向着前面，而 M-I-N 就是射出去。E-N-C-E 是一个名词后缀，这个词本身就是突出、显著的意思，是一个名词。人们都特别喜欢这个词，因为啊，它跟人联系起来就是指人取得的突出成就。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评价一个人 ：a person of some prominence， a person of some prominence， 他是一个颇有知名度的人。为什么有知名度啊？因为他做出了一番成就。每年的诺贝尔颁奖大会上，你经常可以听到颁奖人在念获奖者说明时这么说 ：“Let us welcome。” Prominent doctor， 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欢迎杰出的某某某博士上台来领取今年的这个奖项。Let us welcome prominent doctor。这个 prominent 被用来赞扬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我们在 promin 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E-N-T 得到的这个单词 prominent 就是突出的、杰出的、著名的。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形容词，没有重大贡献或者成就的人是根本得不到别人这么高的评价的。 prominent 杰出的、突出的。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都能够积极工作，做一个业绩突出的人。今天我们讲到了表示心、智慧的 mind 以及 ment。 mind 表示精神、头脑，或者呢做动词表示介意、注意，而 remind 就是提醒。 mental 表示精神的， mention 则是提到、提及。第二组和矿井有关的单词分别是mine 矿山， miner 矿工， mineral 矿物，还有它的近义词 ore or。 最后我们学习了如何来评价成绩突出的人，他们是 persons of prominence， 成绩突出的人。而我们可以用形容词 prominent， 突出的、杰出的来形容这些人。好了 ，Taylor 要向大家告别了，期待着和你们的下一次见面。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ello, 大家好。How are you?
Linda 在这里跟大家问好了。No matter what, stay happy. 我们每天花十分钟的时间记十个单词。要是有人告诉你，他花十分钟的时间却记住了一百个单词，我就会说 What a miracle! What a miracle! 真是个奇迹呀 ！Miracle, M-A-R-A-C-L-E, 元音字母 I 发短音 E, A 发 E 的音 ，right after me 就是 miracle 奇迹。我们今天开讲的第一个单词。这个单词的词根是 mir， 表示惊奇、惊异。在这个词根之后加上了 acle 的名词后缀，所以 miracle 意思就是奇迹或者令人惊奇的人。例如，一个这么小的女孩却知道这么多，简直是一个奇迹。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t's a miracle for such a little girl.To know so much. It's a miracle for such a little girl to know so much. 记住 miracle 这个单词之后，我们在 mir 词根之后加上 or 这个表示东西、物品的名词后缀，中间再用一个 r 串起来，那么单词 mirror, right after me, mirror, mirror.就是镜子。我们这样来联想，当这个世界上第一面镜子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样子，一定是惊奇地吓一跳。所以单词 mirror 就是镜子，那个你第一次照着你的脸庞的时候让你很惊奇的东西。我们来造一个句子，把刚才的两个新单词串起来，就是It's a miracle to see oneself in the mirror for the first time. It's a miracle to see oneself in the mirror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样子，真是觉得是个奇迹呀。好了，现在我们再在词根 mir 之前加上加强语气的 ad 前缀，后面是 e 动词后缀。那么单词 admire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字母组合 ire 这里读作 ire。Now read after me， 就是 admire。admire 这个单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惊奇不已。那么让我们惊奇不已的事情，自然就值得人赞叹钦佩。所以admire 就是钦佩、羡慕的意思。例如这个句子 ，I admire his courage in trying this. I admire his courage in trying this. 意思就是我钦佩他尝试这件事情的勇气。今天要讲的第二组单词跟不幸有关系，单词 misery， M-I-S-E-R-Y， misery， 字母 S 发 z 的音 ，read after me 就是 misery。这个单词的词根是 M-I-S-E-R， 表示吝啬，所以在这个词根之后加上 y 后缀，意思就是不幸、痛苦。悲惨，我们再在 misery 后面把 y 去掉，加上 able 的表示使什么能够的形容词后缀，那么 miserable miserable 就表示令人难受的、悲惨的。现在我们来看下一组单词，这组单词都跟发送有关系，词根 miss 就表示发送，那么在这个词根之后加上 ile 的名词后缀，那么单词 missile 前一个 i 字母发 a 的短音，后一个 i 字母发 i 的本字母音 ，read after me 就是 missile， 天上飞的导弹，同时也指发射物。我们再来看，在 miss 词根之后加上 ion 的名词后缀。
单词 mission mission 字母组合 sion 读作 shin。 Read after me， 这是 mission。 大家想啊，派送出去的东西自然就是任务、使命、代表团了。还记得汤姆克鲁斯的大片不可能的任务吗？英文的原文名字就是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现在我们在 Mission 前面加上 TRANS， 表示转、交替的前缀，那么 Transmission 就是传送、传动、发射的意思。那么单词 TRANSMIT Transmit 就是transmission 的动词，意思是传送、发送。我们再来看，如果我们在词根 miss 前面加上表示否定的 dis 前缀，那么很显然 dismiss 就是把什么打发走的意思，所以 dismiss dismiss 意思就是解雇、解散、驳回。好了，我们今天先是说到了奇迹，奇迹就是 miracle， 镜子就是 mirror， 钦佩就是 admire。 其次我们说到不幸的就是 miserable， 它的名词就是 misery。 最后我们谈到一个表示传送的词根 miss， 首先我们学习了天上飞的导弹就是 missile，任务、使团就是 mission， 解散就是打发出去的意思，所以就是 dismiss， 发射、传送就是交替的传送，所以就是 transmission， 它的动词就是 transmit， 都记住了吗？关于传送的词根 miss 还有好多呢，下次有机会咱们再接着聊吧。我是 Linda， 咱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How are you? Remember to stay happy， 记得一定要开心哦。上次跟大家聊到有关传送的词根，这次我们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聊。我们知道词根 MIT 同样表示送、运送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词根之前加上表示朝着、向着的 AD 前缀，单词 admit， ADMIT，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元音字母 A 发 a 的音。Read after me， 就是 admit， 意思是朝着什么方向运送什么东西，使什么进入，所以 admit 就是准许进入、承认的意思。例如，一所严格挑选学生的学校一年只招收60名学生，就是 This school admits only 60 students every year。 This schooladmits only 60 students every year。 又比如，两个人争了好久，我终于被你说服了，我就对你说 I admit you have a point， I admit you have a point， 我承认你有理。通常我们使用 admit to 这个词组来表示承认什么东西，例如 She never admits to being wrong， She never admits to being wrong， 就是她从不承认自己错了。注意 to 在这里是作为介词使用的。现在我们来看 admit 的名词，就是 admission， A-D-M-I-S-S-I-O-N， admission， 重音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Read after me， 就是 admission。 例如这个句子， Do they charge for admission? Do they charge for admission? 意思就是他们收入场费吗？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含有词根 MIT 的单词 commit， 重音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C-O-M-M-I-T。 Read after me， 就是 commit。 我们知道 C-O-M 前缀表示一起， MIT 表示传送，所以 commit 就表示一起送出去，就是提交的意思。同时 commit 还指犯错误，做错事。 commit suicide， commit suicide 就是自杀。哇，好可怕。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我们知道 commit 就是提交，那么提交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commission， 重音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read after me 就是Commission， 是在表示一起提交的 commiss 之后加上了名词后缀 ion， 所以 commission 就是一起提交、委托的意思。它本身也是一个名词，就是委任状，同时也指委员会。我们再来看这个单词，在 commit 后面加上ee 的名词后缀，中间用一个 t 串起来，整个单词 committe， committee 就是委员会，同时也指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把这三个词放在一起有一点混淆，不过没关系，我们来试着把它们三个放在同一个句子里，就是 I commit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mmittee， 意思就是我把委任状送到委员会去了。跟我记这个句子吧，就是 I commit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mmittee。 现在我们在表示传送的词根 MIT 之前加上表示出的前缀 E， 那么 emit E-M-I-T 重音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read after me就是 emit， emit 就是散发、发表、发行。大家都知道火山爆发会喷发很多的烟雾和灰尘，就是 volcano emits smoke and ashes， volcano emits smoke and ashes。 那么如果我们在 MIT 之前加上表示朝着、向着的前缀 o，单词 omit O-M-I-T 重音还是放在第二音节上。 read after me 就是 omit。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样想，把东西向外面抛出去就是不要了，所以 omit 就是省略、遗漏。例如修改文章的时候，你觉得这一段写得不太好，干脆删掉吧，就是omit this chapter， omit this chapter。 现在我们在 MIT 之前加上 SUB， 这个表示在什么什么下面的前缀，那么很好理解，单词 submit 就是从下面送上来，就是提交、递交的意思。交作业给老师就是 submit homework to teachers，Submit homework to teachers。 通常我们还用 submit to 来表示使谁屈服的意思。例如这个句子， It is foolish to submit to such threat， It is foolish to submit to such threat， 就是屈服于这样的威胁是愚蠢的。我们再来看在 MIT 前面加上per 表示朝着、向着的前缀，那么单词 permit， permit 重音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read after me 就是 permit， 意思就是向谁发送给予许可的证明，所以就是允许、准许。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单词读作permit 的时候，这个单词就变成一个名词，意思是通行证、执照。
意思是允许的名词，还有一个是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例如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许入内，这句话就是 without permission nobody can go inside， without permission nobody can go inside。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单词 promise，P-R-O-M-I-S-E， 字母 O 发 O 的音， right after me 就是 promise。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中含有表示传送的词根 M-I-S， 前面是表示在什么之前的 P-R-O pro 前缀，后面是 E 动词后缀，所以整个单词连起来看就是在做事情之前说的话，就是诺言允诺。那么如果我们在 promise 之前加上表示一起的 con com 前缀，单词 compromise 最后的 i 字母发音变作 i 的本字母音， read after me 就是 compromise。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允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东西势必做了折中，所以 compromise意思就是折中妥协。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message， M-E-S-S-A-G-E， 是在表示送头的词根 M-E-S-S 之后加上 A-G-E 的名词后缀，表示送出去的东西。那么我们天天用手机发短消息，这个短消息就是 message， 所以 message 就是消息启示的意思。好了，今天又学习了好多有关传送这个词根的单词。首先是承认、准许进入，就是 admit，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 admission。 提交、犯错误就是 commit， 委员会就是 committee， 委任状就是 commission， 它同时也有委员会的意思。 emit 就是发出、散发， omit 就是省略、忽视， submit 就是提交、屈服， permit 就是允许。如果念作 permit， 它就是名词，它的另一个名词形式是 permission。 promise 是允诺、承诺， compromise 是折中、妥协，最后 message 就是消息、启示。好了，一口气学习了这么多，都记住了吗？我是 Linda， 咱们下次见，拜拜。嗨，朋友们，上次分别之后还过得好吧 ？How are you？ 怎么样啊？欢迎大家重新坐到电视机前面和 Miranda 一起背单词。 I'm so happy to see you again， 又见到大家真高兴。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学习今天的单词吧。今天的两个词根 MOB 和 MOV 都表示移动、动。看看，这就是我的手机。当初之所以会买它，是因为它可以带着到处的走，非常的方便，什么时候想打电话就可以拿起来打。所以手机的学名就是移动电话，可以移动的电话，英语中就叫做 mobile phone， mobile phone。 单词 mobile 的意思就是可动的、运动的， M-O-B-I-L-E mobile。 词根 M-O-B 表示移动的，而 I-L-E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所以 mobile 的意思就是运动的、可动的。注意字母 O 和 I 都发它们的本音 O I mobile。 军事术语有一个叫做运动战，用英语来说就是 mobile warfare， mobile warfare。 如果要让静止的东西运动起来，就要用到这个单词，叫做 mobilize，
mobilize, M-O-B-I-L-I-Z-E。Mobile 的意思是动，移动，那去掉它最后一个字母 e， 然后再加上 ize 这个动词后缀，这个后缀的意思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所以使什么什么东西动起来， mobilize 的意思就是动员或者动员起来，那动员部队就是 mobilize troops， mobilize troops。 像移动电话这样的东西，它的移动是靠着人带着它到处走才可以，但是有一种东西可以自动运行，那就是汽车，因为它一旦发动了就会一直跑下去，所以汽车这个单词就叫做 automobile， automobile， A-U-T-O-M-O-B-I-L-E。 单词的前半部分 A-U-T-O auto， 这个前缀是表示自动的，所以自动移动的东西就是汽车，机动车。注意字母 I 在这里的读音变成了长的 E， 所以叫做 automobile， automobile。 要我说呀，自从有了第一辆汽车，车祸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经常会发生因车祸而死亡的这样的交通事故。那因车祸死亡短语就是 death from automobile， death from automobile。 汽车刚刚发动起来肯定是比较缓慢的移动，就是 move slowly， move slowly。 单词 move 的意思就是移动，拼写为 M-O-V-E， move，字母 O 的读音是长的 U。 大家看 MOV 是个表示动的词根，而字母 E 是一个动词后缀，所以合在一起 move 就当作移动来讲了。通常所说的搬家，其实呢说白了就是让家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搬家就是 move house， move house。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很喜欢下棋的。其实呢，下棋就是移动每个棋子的整个过程而已。那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英语当中也有这样相应的短语，叫做 one careless move loses the whole game， one careless move loses the whole game。 一步是不小心下的，就会丢掉整个的这个游戏，这就是它的字面意思。 move 还可以表示感动，感动的流出眼泪就可以用到这个短语，叫做 be moved to tears， be moved to tears。 move 是一个动词，那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在它的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ment， 构成 move， ment， movement，意思当然也是移动运动了。比方说我运动运动胳膊就是 movements of the arms， movements of the arms， 运动胳膊，胳膊的运动。而 a movement toward world peace， a movement toward world peace 的意思就是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如果你追随一样运动的物体，然后不停地给它拍照片，然后呢再把这些照片按顺序排好，快速地翻看，你就会发现什么？照片中的物体就好像在运动一样，就跟看电影没什么两样。因此英语中电影这个单词就叫做 movie， M-O-V-I-E， 它里面也含有 M-O-V 这个表示动的词根，字母 O 仍然读作长的 U，而词根 MOV 表示动， IE 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能够再现物体运动的东西就是电影。有电影肯定就有电影明星，他们就是 movie stars， movie stars。 那让我们去看电影吧，你就可以这样说， Let's go to the movies， Let's go to the movies。 那我们刚才知道了 move 是表示移动，那么 remove 是什么意思呢？
RE 这个前缀的意思是离开，那 remove 就是把什么什么东西移动开，所以 remove 的意思就是移动、搬动、搬开的意思。比方说 remove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remove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从城市搬到农村。另外脱衣服也可以用到 remove 这个单词，比方说脱掉上衣就是 remove one's coat， remove one's coat。 我们知道 al 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把 remove 这个表示移动搬开的动词的最后一个字母 e 去掉，再加上 al 这个名词后缀，得到单词就是 removal， removal， 它是一个名词，意思也是移动搬迁，所以搬家公司用的搬家卡车就叫做 removal van， removal van。 好啦，到了这里，最后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所有单词吧。这个就是 mobile phone， mobile 的意思就是移动的，而动员就叫做 mobilize， mobilize， 而会移动的就是会自己移动的，那就是汽车，叫做 automobile。 注意字母 I 的发音变成了长的 E。 移动就用单词 move 来表达，它的名词形式是 movement， 电影叫做 movie。 那最后移动搬开的动词和名词分别叫做 remove 和 removal。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单词，下次同一时间我们还要学一组表示移动的词根，它是什么呢？下次见面谜底就会揭开了，所以下次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哦。我是 Miranda，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